这么多肉脯大概需要1500头猪才能生产这么多肉脯。一头猪你能吃多少肉？大概3公斤左右吧。那咱们一天要生产多少肉脯啊？我们一天投料大概8吨左右，然后成品可以出5吨左右。你随便找一个，他们的月薪没有低于10000的，都是在12000以上。因为我们做的是原切的猪肉脯，必须要保证每一片肉要全部平铺开。像咱这个肉脯选用猪的哪个部位？